大家好，那么刚才我们讨论的很激动，也很热烈，激动的连最重要的观众期待已久的送手机这个礼品都忘记说了。我们没错没错，三五好友相聚一起就忘了正事了。送手机，猜房价送手机，今天的大奖一定还是要推送给大家的哈。今天要猜的这个房价，这个单位是 Martin 楼1001，户是 A 户型，正面朝南看海景的1001 A 户型的这个房价是多少呢？然后如果您有一个相对大概的价格，您可以留言给我们，并且发邮件，或者之前您扫描了我的微信我们客服的微信发您的联系方式给我们，那么我们会在最终确定了所有人在48小时之内，然后找到一位猜房价最准确的这个幸运观众送出 iPhone 11 Pro Max 一部。好，谢谢您 Jessica。 我还想问一下，那你能够再把那个 A 户型再具体，可能有的朋友他错过了一段没有听到户型，再把那个户型多大还有是朝什么方向的再给我们观众说一下。没有问题， A 户型是正面朝南西南向或者是东南向，然后南边就是看海。 A 户型的大小是1248尺，对，是两房两卫两个半卫生间，然后两个车位，两个车位，一个storage locker。 好，那观众朋友大胆的猜吧，大胆的 猜总价，并不是猜单价，对不对？猜总价，总价，对。好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